发，你是看见是发出去，你这样你放松，然后你用身体去找这个点，然后 你去把它推出去，你去进入球以后你去推它走，之前那种感觉就是你去推它，它啊这种感觉，你看啊，你现在找一找，你把你拉手的这段距离到这儿到这儿变成这儿到这儿，明白吧？你看你现在是这样，这样发，一拉手太大太明显，对方能看出，第二你球速不快，你拉手小一点，然后你去推着这个球走，去推着这个，嗯，明白吧？推它走，就顶着它走，而不是拉手这么发力，是这么发力。手顺出去，身体顺出去，手顺出去，对吧？这发球这个感觉，你看，就到这身体不散了吗？你都转过来了，斜线踏往肚子上有一个回收收。自己你能身体能用上力吗？对，身体能用上力吗？你自己女还是太短了，你看都擦网就很危险的球。对，还是擦网。对，大家看一下，总是感觉还差一点点。嗯，对吧？他总是感觉，就是如果按照他这个标准就要求的话，就是还是差一些。对，你是先别发力，喂，就别发力，别发力，这儿推，等到球下来了，啊、去推。正常方，停，你看他，你看你的出球的点在这儿，你身体在哪？在这儿。对吧？离身体近，第三近，首先得离身体近。你拿把球，你看我是在哪发？就是贴着这儿。你这不就是够吗？对。你身体在这儿，你球你也不身体上不去，你只能是拿手去这么够。明白吧？你是手抛完以后还是跟球有一定距离的，尽量你是再近。对啊，那身体近，你不能你的手不能顺住就舒服一点吗？好一点吗？你还用去那么够吗？你不用那么够了，对吧？完了再加上你的那什么，再顺一点稍微。所以你第一步你都，对啊，你第一步你都那什么呀？身体这啪，再跟推啪，往下压，啊，对呀、啊，跟上，别留劲儿，把发球发出汗，这不好点吗？啊，你老留劲儿，你留着劲儿怎么发呀？啊，这不好点吗？对，手还是有点高，对吧？打野好多都能看出来，是吧？手拉太高，对。挺腰腹的感觉，啪，往下蹲的手，他是往下压，他是这样，对，他是从，他有点从上往下这么砸的，他没不是从后往前，大家看一眼，而且他的身体是这样，你这都空的，往下这种，我一打你，往下发，不是往下这种感觉，你看你摸我的，是这种感觉，对，得顶住。对吧？然后点再放下来，得顶住。啊，你自己能不能发出来什么旋转，大家都能看得到，你自己也能体会得到，对不对？身体吃住，还是好一点稍微，慢了吧，对吧？还是落点不够，位置不够。我感觉总是感觉他的大不是他的发力距离太长了，感觉他是他从这儿就开始发力了，不是他不用急，就是他还是说什么，跟大家他还是身体的合力运用不好。他从这儿开始发的力，他还是都是用身体放松，然后到最后这一下一个加速，他还是身体没用上力，身体用上劲儿，手一放松，最后击球球这一下。对，你哒哒这种感觉你能找着不？你先别整旋转，哒哒这种，他这种感觉能先找你，哎，好一点，是吧？哎，小凳，这顶出去吗？这不，抛把这球顶出去。我去，你去。
对，它动作是有一定定型，动作有一定定型。哎，好一点，好一点，我点点再下来，好一点，好一点，好一点，然后再抛球，注意抛球整个位置。嗯，稍微出去点，出去点，手再放松点，最后集中那下，推把球给推出去。彻底很烦，稍微好一点。啊，对，其实好多这个。大家也能看出问题，对吧？大家也能看出问题。他从这儿，他是从这儿开始发的力，从这儿这么发。你看这球过去，他自然，他你从这儿，你是这个角度砸的球，他自然他就往上蹦。你从后往前去推他，他是不是就平？对吧？我是这样，你看复刻他也是，他是基本上是跟球是一个平线的，平线的去，然后去抢他这个离球台这个近的这个点。你这么推出去。你这么推出，它不可能高，它没有高点。你看，你就这个角度，它不能高。你现在这儿发，它怎么可能不高？嗯，不要从上往下砸。你一从上往下这么砸，它球自然是这么走的。你从后往前推它，它全贴着网上了，对吧？全贴着网上了，就是推出去，从后向前。对，你看方医生发的这个速度出来以后，你再从手上加旋转，再去加什么你。对，加一些你想运用的东西，这个旋转就可以嘛，对吧？平的落旋，是的。其实这就车就上旋，车上就是这个球，车上就不用再加了。对啊。啊，你要是想下发车下，稍微平着点板就可以，平着点就可以。对，我动作你看动作都很小。你别拉那么高，手别拉那么高。我再给你调整一下，它的脚下的一个调整。你别超别迈吧，就是。顶前面去，对，脚再往前，对，你看我脚，你别这么发，对，这你膝盖是不是能吃住劲儿了？脚尖冲前，蹬一下，撇出去了，对，跑哪去了？对吧？你那抛球也不注意，你那跑哪去了？抛这儿来这么打，对不？对，我还是强调是什么呢？我还是强调抛球。我不知道有没有说过啊，还是强调抛球。你抛球抛不好，你就拿你的手去找那个球，那往往那个位置一定是不对的。啊，我举个例子啊，离身体近嘛，抛球，我把球抛到这儿。你手是不是得给去找球去，对不对？没了。大家都掏球不重视。先过去，对吧？你找其他问题都没有用，第一步都错了。你像陈娟会有一点点什么问题呢？他往后跑，你是不是得手是不是得找球去？手是不是得找球去？对吧？你看。你把球抛到你的身体近，你的手就是在你的身体这个位置，就在这个位置，没有多余动作了。要我要抛到这儿，我也得去找。啊，